所以你有没有觉得，就是只有我们台湾哦，很会把后期是用的好像很漂亮这样，有没有？哦，各种彩绘啦，什么之类的啦。你有没有看到哦？这样你就知道哈、哦，它底下是金门跟华信啦，华信是华航的啦。哦，他们是到高雄的啦。